大家好 ，Hello， 我是特派超新星情报员 Into One 高星辰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特派超新星情报员 Into One Patrick 尹浩宇。Hello， 派派 ，Hello， 今天我们在哪？今天我们就在这里超新星运动场。对，然后今天其实你们刚刚看到我们去射击，对射击，然后可能今天我们要带你们去看一下我们超新星的地方怎么样，对吧？就是这里就是他们怎么热身呢？怎么运动？怎么准备呢？就对，给大家看一下后台的氛围怎么样？对，因为其实后台很大，有很多很多的地方。对，然后我们去看一下。他们练在这里，他们有练射击跟射箭，然后我们去看一看。可以啊，走吧 ，Let's go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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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今天有一点冷，对，今天特别特别冷。但是没事，因为我们热身了，所以我们就也不是，对，还好。继续，你先去射击吧。可以。一会儿是女生。射击比赛，对，我们先不打扰他们。对，他们在，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吗？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，从这边给大家看一下，他们就是在练习。对，这个然后我们在后台。对，这个是，就是大家会试一下怎么秒呢？怎么拿那个枪？就是因为去里面是我们直接比赛的，所以我们要在这个后台。就是练习一下，然后就让自己习惯一下枪，就是多重呀，怎么瞄？对对对，然后不敢打扰，就不敢打扰，因为其实射击需要用很多很多的要很集中，对，很集中，需要注意，就是需要很安静，然后就注意，不是注意集中，对，所以可能先不打扰吧，对。那我们还是现在开始，现在是可以问一下吗？可以啊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现在心情怎么样呢？一会儿要心情可以先自我介绍一下。我们一起吧，我们是直播。哇，好酷！大家好，我叫石以彤。大家好，我叫于真。好，今天来到超新星，感觉怎么样？非常激动，很紧张，很紧张。然后今天你们参加是什么项目？女子10米。光手枪、激光，然后今天你们觉得可以拿到第一名吗？哇，这是有多少的自信？有20%。为什么是20%啊？大概这个几率吧。好吧。我没有想过，就是开心就好。我也觉得开心就好，对，很重要。然后其实今天我们看到，这是我们的衣服的颜色是不一样。那你们从什么家乡？我是四川。四川好。我是上海。四川就是这里，这里对吧？我今天早上吃了四川面，特别好吃。什么面？是什么红烧肉面吧？是吗？对，是酒店的。你也吃吗？是酒店的，我早上吃了，好吃。外面的那种苍蝇馆子吃。对啊，外面苍蝇馆子吃。哦，好。然后你的家乡有什么可以推荐吗？小笼包啊什么的，对，那种带汤汁的那种，特别好吃，特别特别好吃。是的。好的，那我们不打扰你了，谢谢，加油加油，拜拜。加油啊！好的，来一个，下一个我们去看一下射箭。今天射箭的女生比赛员运动员，好，先给大家看一下氛围吧，就是长得这样子，就是长得这样子，对，牛奶对吧？牛奶对吧？可以 ，OK， 谢谢。这样子，然后他们就看一下距离啊，然后就还有。就是弓箭他们在这边用哪一个，然后要就是准一点那个秒的地方的那个，这个特别特别重要，那个秒特别重要，对，这个光有点爆。行，现在哇，那个姐姐在练习，我看不到，我近视。我也是，现在我眼睛又不好了。对，其实你觉得你是参加
设计。我们参加，我们参加。你说一下你参加什么项目？今天我参加就是除了射击以外，我还有50米跑步。嗯，然后今天晚上就有那个射箭。嗯哼，射箭。你呢？我有今天有射击，嗯，刚刚，嗯，然后有攀岩，嗯，然后有射箭，嗯，对吧？我只有三个，对，嗯、哦，对，然后你觉得今天你要做的怎么样？我的吗？嗯，等一下，谢谢，我有点啊，手有点动。对，今天你觉得你要做的怎么样？就是设计。你先说吧，你先说。对，设计吗？设计我们刚刚比完了。你先说一下你感受刚刚怎么样啊？好，因为他做的很好，你知道吗？你的分你只差0.3分好吗？啊、对，是。就是其实那个设计我只练习了两次中是练了大概30枪那种，我就是很少很少30分那种练习的时候就马马虎虎，就都是那种，就是真的没想到今天会能打到第二、第三名，因为我们其实就练习那个设计特别少。对对，其实时间去练习很少，但是我觉得他怎么说呢？就是因为我们练习的时候可能不紧张，但是来的时候可能今天有两个原因，很大的原因就是一个是有观众的，然后第二是。今天的空气比较冷，天气空气就是有风啊、什么什么，对，比较冷，对，所以可能手有一点，对，有点抖、对对，但是还行哦、你要去热身，我要去准备了，因为一会儿我要比50米跑步，不用希望哦，这个希望开心就好，给他一个加油，好，加油小九，加油，谢谢，好，那我们去看一看我们的小九。我们的小江他去热身要怎么样，然后我们其实今天有很多很多的运动员在我们后面，哇，然后他们要一起，我们要跟他们一起热身，你看我也热身，不是我的项目，但是我也热身。